大家好，我是赵梦。啊，林志玲，来看看长得像不像林志玲？三、二、一。哇！哪里出生的？什么？费振翔。你娃什么？我妖怪，妖怪，妖怪。说妖怪是好事，证明是美女来的。妖精都是美女。来，跟我们的孙悟空打几个招呼。猴哥你好。猴哥心碎的不行了，我跟你说。我心都碎了。你平时说话就是这样的吗？对啊，一直就这样。那是为什么呢？跟我刚才一样。真不一样，这个。就是这样吗？我们来听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看林志玲演那个《赤壁》，里面有一段经典台词，就是伸出那个小马驹的时候，萌萌，萌萌，来给我们来演一场。不是，知道吗？我刚刚突然间反应过来，电影里面那个小马叫萌萌，然后现在萌萌 baby 萌萌。OK， 了解。好，我们来先看一下 VCR， 来先看一下。小家伙还没起名字呢。他出生在荆楚，就该有个荆楚的名字。叫萌萌好吗？萌萌。嗯。萌萌，站起来。好，刚才就是林志玲的，你有信心胜过她吗？试一下吧。所以就是刚才跟小马对话的片段。嗯。你需要小马吗？需要啊。那你觉得带勇哥来好不好？你用娃娃音请求他，你用娃娃音请求他，我估计他不会拒绝。来，三二一，大勇哥哥，你来跟我配合好吗？好，来大勇哥啊！哇，小马的姿势躺的还真是美呢。一眼梁朝伟，来在他旁边，爷们一点啊！好歹给铺个褥子。马怎么会说人话？妖怪。你说他还没有名字，咱们给他起个名字吧。他生在荆楚之地，就该有个荆楚的名字。不如我们就叫他萌萌吧。怎么样，萌萌？萌萌，站起来。叫你呢，叫我。萌萌，站起来，加把劲儿。我总觉得这时候猴哥应该出现，真的喊一声妖精。谢谢大勇哥，真的不容易。谢谢。